送你。那为什么你不是已经买了吗？你要换是不是？便宜一点吧。哦，好。人生哎、欸，有啊，这135而已。三五哎。可是才差，跟158才差23块。对、哦。如果它比较好，你用比较，用比较习惯。我快要那个了。你干嘛这样？都快要更年期。哪有？才三十几岁而已，然后更年期。嗯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要顾一下我的形象。刚刚就在拍了。我们今天来逛大卖场啊，今天爱买啊有一个活动，它是又有那个满2000打九折的活动，不是打九折，不是我每次都讲错，是买2000直接送现金券，不是抵用券哦，它就是现金等同现金，然后2000就送200嘛，上限可以送到300，就是上限你买3000会送300，可是。我觉得每次抽这个都很辛苦，对我们来说是很伤脑筋的、很头痛的一件事。哎，19。牙膏19，一段。199。哪里有写？哦，下面这个。哎，他有送娃娃是不是？不是送娃娃，他只送玻璃杯。送这个玻璃杯。对，娃娃好像没送吧？娃娃有送吗？娃娃没送啊。好，然后加199。哦，这牙膏199。我们刚刚已经逛了一下了啦，我没有从一开始。还有位置吗？就开始记录。哦，加199。这次我有带手机了，而且我这次是用新手机199，我这次用新手机来算1305了。你刚刚卫生棉有加吗？有啊，卫生棉是158嘛，对不对？你后来没换吗？159还是158？158。好，那我们要往牛奶那边卖去吗？那个牙膏洗面乳要吗？不用。洗面乳可以了。要吗？洗面乳可以。哦，我们已经刚逛了一下了。洗面乳没买也没关系，因为还够。有那个啊。可是它撑很久吗？能撑个两三个月吗？你要买到两三个月的量吗？也是不用，也是不用啦。你要买到两三个月的量、嗯。所以还很多，真的还很多。我那个正品类的就还有3-4管吧。哦，我老婆说那洗面乳是我们去。外面旅行住宿不是都会送那种，还有些买送那种小包装的，对啊，那小包装的我们已经累积很多，从以前到现在都很少在用。对，随手包那种的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家里用完了，我们就会有老婆就会把那个拿出来优先用。所以就不要洗面乳，那就去看别的了。嗯，我跟着你，今天人超多的，今天卖场人超多的。然后每个人的购物车一样，都是非常的大一箱。我们已经买了这么多了。我们刚刚是先买蔬菜水果，平常我们比较舍不得买草莓啦。这个我们今天有特别买一盒草莓，这个199。哦，然后买了一些菜，还有芋头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简单快速的讲一下芋头，这是给彤彤他们幼儿园那个围炉活动，每个家里要出一道菜。然后我老婆要煮芋头甜点，然后买了糖，然后买了什么？花菜下面是什么？没有，没东西。然后面粉，然后炒手，嗯，大概。黑糖，然后那个面粉是彤彤说想要做饼干，好，好。然后还有卫生纸啦，卫生纸也快没了。目前的是这样，这边还有什么？来，我顺便让。这是什么？美露，就是你看美露，我来顾儿子，来，我们要靠边一点。靠边一点，彤彤已经不需要尿布了，对不对？脱离非常的久了。买一送一，125，买到125还好，没有很喜欢。我继续来看一下下面，这边还有芋泥罐头，然后卫生棉。然后再你说5次，还有你玩了几次？就这样。牙膏。还有牙膏，对，就这样。现在每个购物车都是非常壮观，我们也很少一次买到这么贵啦，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子买，因为我觉得要算钱，要凑到2000块，真的是对我们来说蛮头痛的啦。姐姐带你，你不要在这边，等下被撞到。你可以啊，可以买啊。哎，好不好？不好炫富啊，今天有看到，他跟红牛合作。可是我很久没玩了，你已经跳脱了。我已经对啊，可是我还是会看，我还是会去看那个 highlight 啊，还是会去看梅园他们那些
知名选手的海拉。之前走火入魔。之前我打得很拼的，还有去参加比赛。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啊，有小孩之后很难这样子。这边是面包，先买面包。我们先从不冰的东西买完嘛，对不对？3条99你要吗？平常就是这个价钱了。我觉得可以买那种吐司，葡萄干吐司吃完了，或是特殊口味的吐司。2条119。它有单条是特价49的是什么？红豆抹茶地瓜吐司。来，看看喵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好了。它里面有有果肉吗？有了。有地瓜、红豆、芝麻。要吃吃看吗？好了，你要吃吃看红豆吐司或地瓜吐司吗？红豆来地瓜的。地瓜的 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对啊，几号？来看一下日期，几号？都今天做的吗？有，应该都今天做的。好，现在多少？49哈。对，我来加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40，啊，我按错了，等一下，加49，哎，又按错了。来，你们有需要什么吗？加49，1305加49。手机太大了，手机太大的困扰就是。不好单手按，像以前贾伯斯时代，他很强调手机的尺寸要能够单手控制，然后后面的手机慢慢都脱离这个范畴。我觉得那时候 iPhone 4是最好的时代。啊，1354。哎，都可以吗？不一定要带。嗯，火锅料吗？火锅料好，开始要拿冰的东西了吗？我让他拿保冷袋。试一下完美玩家的100%的后嘴肉做的贡丸，不添加任何香料。好，你可以吃吃看。谢谢。谢谢。妈妈先拿到就好了。妈妈先，一个这样。不一样的原味的跟那个香菇，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原味已经没有了，好，剩两种。好，谢谢。剩其他两种。我拿一个了，帮你拿一个。你倒过去就好了，倒过去，两个倒过去。好，可是没有牙签了，我问他一下。没有，可以直接用倒的就好吗？不用牙签。要牙签，我去帮你拿。请问有牙签吗？请问有牙签吗？没有，没有牙签了哈，我去别的倒就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别的摊有没有。嗯。妈妈那边有牙签，但是那边是吃那个年菜的，是吃那种生鲜的那个，还有牙签。经过那边可以跟他拿一下就好。那一摊逛完的，他没有牙签了。这都弄完了哈。不用了，家里的先吃完吧。今天晚上再煮一次啊，嗯，这边有那个，还有试吃那种现切的，它桌上都固定会有牙签。火锅料。火锅料要火锅料，今年。那边有做好火锅料，想看看家煮的。今年好像还没有在家煮过火锅哎。可以试试看看。那牙签给什么？那不会很贵吗？什么东西？那个。你说这个 GoPro 吗？1万块，15000，15000。多功能吗？没有，就拍照跟录影而已。是啊。对。多少？这100块可以有？多少？对。好。15000。比手机便宜啦。手机一直都。可是它这个只能拍。它很小台，很方便，可以放在口袋里，随时要记录什么就拿出来。这也是实话。对啊。容量就是你记忆卡装多大，它就有多大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哦。今天好像蛮方便的。对啊。记录生活很方便啊。火锅料你要买那种散装的，还是要买那个一袋一袋的？先买那种一袋一袋的，然后我去市场买，因为它一斤要168，市场一斤150。我们今天还没有在家煮过火锅哎，嗯，好像还没有哎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有那个电磁炉可以看。我们很常在外面吃火锅，可是在外面吃就好啦。今天还没有在家煮过。在家里面要来一个大欢迎，来休闲时代小东西，火锅料。有找。这边都是火锅料。嗯，桂冠的是。比较贵啦，定美的。
那你决定了。要特别一点的吗？有出什么新的吗？没有，它有很多种啊，什么蔬菜鸡肉虾饺鸡肉丸，这个是丸有丸子的，它、啊、那个就是单纯饺类的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加购。交给老婆配。今天就直接把那个价钱就等于打九折的意思啊。是综合的、啊、还是要综合的？好啊，这很丰富啊，感觉什么都有啊。买这个就不用烦恼了，对不对？那煮面也可以加，嗯，多少钱？99。那董董特别喜欢的那种，你要特别的虾软。加99+23。99，再加。啊，1476。然后这个是大胃。1476。你要买汤底吗？汤底可以决定啊，这些我真的都没有概念。哪一个汤底啊？煮汤底就好了。早餐类的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蛋挞来特价、欸，不是的，是彤彤喜欢那种焦糖的，而且它都冒烟，表示才刚出炉的，买一盒好了。嗯，也刚好也一阵子没吃了，一两礼拜没吃蛋挞了。随便拿一盒就可以了，因为感觉都还有雾气，都刚出炉的。哦，59很算便宜啊，葡式的，4个59，1个15块，加59。1535。面，他买面。三级的吗？好啊。79。好，来吧。站齐了79，加79，啊，我又按多按一个变791，消掉，它很敏感。1641，鸡块啊什么的要补吗？哎、欸，你没有拿保冷袋吗？要拿一个保冷袋吗？保冷袋放了，彤彤没有位置、啊。哦，好吧，保冷袋要不要可以挂后面吗？你的包包我帮你背。我经过在哪？前面是不是就要经过了？然后看这边你有想吃的吗？过年的，我们过年其实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吃。对啊，我们过年其实也都不在家，过年都是到处吃，啊、到处蹭饭、那个。看那个鱼有没有？对，过年除夕夜先去姑奶奶家、姑姑家蹭饭，然后回来大年初一吃从姑姑家拿回来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初二就回台南去那个娘家蹭饭，就到处蹭饭就对了。然后回那个阿公家蹭饭，对，到处蹭饭都不用煮。哎，我说鸡块那要补吗？鸡块什么的？先看鱼啊。我感觉彤彤是不是已经吃腻那个多利鱼了？换别的好了，换别的好了。彤彤螃蟹，彤彤会怕螃蟹。可是他是又怕又爱看。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有看到招牌是这个啦，刚刚忘记拍了。今天是这个，满2000就打9折，但是它折扣金额是用现金抵用券赠送，最高回馈300元，就是最多你是满3000送300。啊，如果你2100的话，就是给你2000，就给你210元的现金券。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一次多买一点，什么？你想跟我看螃蟹、喔？好，我刚刚说你又怕又爱看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只有两只，在这里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的，而且感觉两只都很大、欸。他们没有在动了。爸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好了，看到就好了。哦，也不要欺负他们啦，他们在这里变成了我们的一道菜，其实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，也是一个生命啊。你要下来走一走吗？还是要坐回去？下来走一走。快走一走啊！妈妈有拿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我们下来走一走也好啊。我们现在走一走的话，我们那个里面可以装多一点东西试吃哦。
我们带你去绕一绕，去牛奶那边拿牛奶好了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。他刚刚有煮草莓炼乳汤圆。好，他刚刚有煮草莓炼乳汤圆，可是一起锅一下就被拿光了，很受欢迎。还是你还想要吃那个面，刚刚的面吗？自制的面。还有，那你去拿，我跟妈妈说一下。妈妈，彤彤说他还想吃那个刚刚的面，我等一下去拿。哦，这里。那这里，那个阿姨不知道还有没有煮，我们看一下。试吃，如果没有就算了哦，不能赖皮哦，不能闹脾气哦。试吃就是这样，有吃到就有，没有就是不能硬强硬说一定要。没有了，彤彤。阿姨还在煮，那等一下。嗯，没有适合小朋友的了。好吧，往这边走。看阿姨还在煮，刚刚煮的已经都发完了，要再等下一批。嗯，我们去看看妈妈买什么。杏鲍菇。好，79元，爸爸要按一下计算机，还是你想要帮我按？你要帮我按吗？姐啊，你帮我按79，你帮我按79，好，谢�些，1693了，再加牛奶就快要了。牛奶粉。牛奶布丁，你要吃布丁吗？好久没吃了，要不要吃布丁？可以买布丁啊，我们超久没吃了。跟着妈妈哦。跟着妈妈。哎，我们来买牛奶了。我们来买牛奶哦。有两瓶，不知道喝不喝得完呢？两瓶很大哎。喝得完吗？喝得完吗？一号嘞，这个都一号。一号。下礼拜。对啊，下礼拜三，下下礼拜了，有机会，要不然买两瓶好了，就买两瓶好了，哦，就买两瓶好了。我看你再买这个，你就会买这种三瓶。对啊。299。对。1693。加299。要凑一下钱，因为今天2000块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299等于，一次就1992，1992了，剩8块，剩八块，我们买个布丁好了。对呀。彤彤，我们去买布丁。你在干嘛？布丁，我们去买布丁。我们很少一次买这么多牛奶，那毛起来喝。来，布丁，布丁呢要买大布丁啊。拿吧，慢慢拿吧。不然要帮忙的。小客吃比较久吗？12个。啊，1月3号不行，量太多了。对啊，买大颗的3颗啦，一人一颗。你不吃那个？对，不用再算价钱了，因为已经超过了。现在就是吃爽的吗？不是啦，我说。现在、就是啊、对不起，我讲话太那个。爸爸，他到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哎。好，可以啦，吃布丁很快好不好？布丁随时就没了。现在就是超过，不用再担心没有达标，就是随便买。随便买吗？彤彤来。就买。随便买，全部都买一种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不用去算钱了，已经达标了。我把布丁加上去，等我一下，我最后把布丁加上去。我把布丁加上去。老板，快差不多了吧？我看一下喽。50。加。等一下。1997加51了。1997，你继续逛啊，你不用等我，没关系啊。没有，我看你按我有一点，我想看你进步的那个。2048。2048。你想进去了吗？啊，你要买那个你还没吃完，优酪乳你还没吃完呢。优格，我快吃完了，优酪乳。还有一罐，优格你还有一罐。半罐的，剩半罐。要不要看？试试看，
被你家买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还没吃完呢、欸，家里还有，而且已经摆、啊，对，我记得你了，已经摆过期了，对，过期没关系，没关系了，那上面有点水水，那个不是坏掉哦，那个是乳清哦，好，谢谢，哇，要肉乳嘞，要不要喝看看？给他喝一点好了，他还没有喝什么东西啊，谢谢谢谢，他说谢谢哦，彤彤，阿姨给你喝一点，给你试喝一点，很好喝哦。你想要坐进去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个把它背着。我想抓旁边当选手啊。哦，谢谢。如何？牛肉不错吧？你要看看。哦，有，我在喝。给他喝就好了，不要喝。好吧，小心后面。好喝吗？好，再来，再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搭一半，我搭一半，你比较好。彤彤，你下来喝啦，你这样站着好危险，下来站着。下来，你站着喝啦，你这样等一下打翻了。这个膨胀一罐，好喝，膨胀一罐。干嘛？你要带一罐吗？好啊，我带一罐。今天很奇怪，客人都是买来那边的。那个两罐299啊！哦，不是啦，那个是买汤圆。哦，对啦，因为今天是冬至啊，冬至都买汤圆比较多。好，这样子差不多了吧？还有缺什么吗？应该没有。那往那边移动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还要考虑怎么搬回家，也很辛苦，这么多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慢慢喝。好啦，那买了差不多，我们要去结账了，可能要排队排一下。我先拍到这边，最后我一样就是把多少钱就是再记下来。好，好，跟大家拜拜喽。最后这种标题把它打在资讯栏，或把价钱打在资讯栏或标题。大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妈妈拜拜。拜拜，妈妈拜拜。总共这么多，一大堆，2000多块。要吃戒指吗？你自己拿。是今天最后一天哦，有赠品哦。谢谢，谢谢。